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一起看看车老师这个星期去超市买了什么。先来看看水果，我买了一个菠萝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菠萝。我还买了一袋橘子，我的女儿喜欢吃橘子，她喜欢又酸又甜的水果。再来看看零食，我买了一大袋我最喜欢的零食。我觉得这个零食很好吃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还为家人买了牛奶，因为我的家人每天早上都要喝牛奶。我自己喜欢喝咖啡，所以我买了 Peet's Coffee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咖啡。我还买了很多的酸奶和蔬菜，因为我觉得酸奶和蔬菜很健康。你们买了什么？